觉得冷吗？不会。不会。热血奔腾吗？今天无双乐团要带来不一样的天下哦。以前我们的天下是剧场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要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以前呢，会可能是有 OS 的旁白啊，那今天呢，比较不一样哦。我会呢用之前是文言文，我今天来用个白话文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音乐剧哦。那刚才带来的呢是《天下》，也是我们专辑的同名哦，同名曲《天下》。好，接下来这首歌呢要带来呢是有一位非常美丽古代的美女哦，叫做貂蝉。那待会呢会看到我们非常美丽的丽卡要扮演我们的貂蝉哦。那听说这个貂蝉啊，她太美丽了，所以呢月亮都害羞了，躲了起来。应该躲起来了吧？有吗？月亮嘞？是没看到？我就说嘛，你们怎么看到了？你们业障太重，假的。今天没有月亮啦，因为月亮害羞的躲了起来了，所以呢来用掌声欢迎我们的碧月以及我们的丽卡。Thank you.
接下来呢要带来的乐曲呢是我们天下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哦。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宫廷剧，叫做兰陵王，它的片尾曲手掌心哦。那手掌心的作曲人呢是 VK 克老师，也是我们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哦。那他重新呢帮我们量身打造了这首花水月哦。那待会呢可以看到大家哦用扇子舞哦来呈现这首的美哦。那就用你们的耳朵以及用你们的掌声来迎接这首花水月送给你们。
灯可以帮我开一下吗？哎呀，今天要轻松一点啦，好不好？可是大家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呢。Hello， 大家好。对啊，我想说奇怪，台下应该非常非常的多人呢、啊，声音好小声哦。有有有，看到场灯，看到大家，蛮开心的。好，接下来呢要带来的这首歌啊、哦，其实啊，一个队伍里面都会有一个灵魂人物哦，那就是我们乐团有个队长。那我们的队长呢是小彩哦，待会呢他就要带来这首叫做《樱花纷飞时》。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个中岛美嘉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叫做《音色舞》。如果大家呢可以去YouTube 上面搜寻的话，可以听到，非常好听。那这首歌呢，它是在待会呢，他们有一个是，我怎么打结啊？一个小彩，对不对？还有另外呢，第一首就是我们的秀秀哦。待会呢，他们两个其实有一点竞争关系哦。他们私底下其实呢，就是很爱比身高啦。那待会呢，你们，那他们两个其实是一般高啦。那你们待会就来看看。到底谁比较高哦？你们等一下来回答我，好不好？那带来这首《樱花纷飞时》送给你们。
小彩赢了耶，对不对？小彩比较高还是秀秀比较高嘞？思思比较高，当然啦。哎，两个要揍我了。啊，一样高，一样高，在心目中每个团员都很高啊，好吗？好，那接下来呢要带来这首歌呢，哇，我终于呢可以好好详细的解说这一首歌。其实我好想要跟你们讲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但是我不管，你们今天我解释完你们一定要给我看懂。就是呢这首歌啊，它叫做烽火。烽火呢在描述呢周瑜与小乔的故事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段爱情哦。那这段爱情呢，就是呢当周瑜呢他要远征要出战了，那小乔呢就是要算是这首烽火呢是在描述哦，他们两个呢有走在一个桥，那个桥叫什么我忘了。走在一个桥边，然后呢在共同赏，就是看星星啊，就是带他就是算是呢就是一起赏月光这样子，然后不然就是聊聊天这样，因为他已经是最后一晚，他要送他去出战了这样子，所以非常舍不得。所以待会你们可以看到周瑜跟小乔他们两个就是有一点有点舍不得，然后可是又很深爱着对方这样子，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小小段的爱情剧哦。那这首歌呢非常好听，它带呢有一点甜蜜，前面呢感觉有点紧张感哦，因为有一点要出战了，但是呢中间的桥段呢是一个有点甜蜜的感觉。待会你们可以依照我的这个解释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细细品尝这首歌了。那就要带来烽火送给你们，掌声有点太小声了，哎，这样就对了。哎，后面的叫声都比你们前面的大声，你们前面都要检讨一下。来，带来烽火送给你们。哎呀，这样才对嘛！来，烽火。
才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精彩呢？哇，今天大家好热情哦。那因为现在布置场地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团员。我们往前一点。好，那我们就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这样子。那就从我先开始。好，大家好，我是无双乐团的小杰，然后我在乐团担任的是二胡手。好，小杰，你怎么讲那么快？刚刚我们真的假的？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二胡专业？来来来，跟你讲一下。我们刚是这样飞的吗？好像不是。好，那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叫做李小杰 Zora Z O R A， 差点忘记。好，好，我介绍到这里结束。哇，哎，掌声怎么那么小声？哇，好棒，小杰，谢谢大家。那我也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无声乐团的二胡手，我叫 Debbie， 大家好。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的掌声比你小声。好，谢谢。那我来请我旁边的琵琶手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无双乐团的琵琶手，我叫小秋。那因为场地布置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为大家带来下一首曲目是《十面埋伏》，谢谢。掌声一下吗？我们给温温一点鼓励，他独奏哎。
再鼓掌一次吗？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请出场的也是一位古代的美人，是虞姬。大家知道虞姬是谁吗？就是霸王虞姬的那个虞姬。对，那饰演我们虞姬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乐团的歌手兼舞者允允。那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允允曼妙的舞姿，还有非常好听的歌声哦。好，那现在呢，就让允允带来这首《爱恨千年》，大家鼓掌一下。对啊。爱相思。
好吗？我复活了，刚刚你看到我就复活了，对，我真是良药。那等一下呢，我们要上场的是我们非常帅气的谁？卡卡，哎，不是，我觉得我知道我很帅，可是等一下呢，是另外一个男子，他虽小，可是他志气大。不是我说的，等一下呢，是我们的小彩要扮演我们的曹操，那还有大乔呢，是我们的丽丝来扮演，小乔是我们的江琴。那等一下呢，还会看到我们其他的乐手带着我们的旗子当旗手哦，大家给他们非常热情的掌声，欢迎这首《绝代》。
首曲子很精彩啊，有吗？精彩，对不对？那等一下呢，我们今天无双乐团真的都要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表演哦，绝对不会让大家睡着，不会让大家无聊啊。等一下呢，会有我们刚刚忙碌的虞姬，他刚刚已经死而复活了，对不对？他等一下呢要演唱我们这首非常好听的绯音。那绯音哦，它是我们无双乐团代言的一个手机游戏，叫做侠客无双。那等一下呢，这首曲子希望你们会喜欢，再来这首绯音。
世界持续的跳动，是什么好像很热烈啊！我下台好了啦，也有点小声哎。好啦，待会呢，接下来这首歌，哇，这首歌不得了，因为呢，就代表着我们无双，也就是同名无双这首曲子哦。这首曲子呢，气势磅礴，待会你们一开始就可以听到，非常的震撼哦。也可以代表我们什么叫无双呢？无双就是代表独一无二的意思，因为没有无双嘛，没有第二个的意思啦。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哦。那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团员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好，那接下来呢就要用掌声加尖叫来带来这首无双。
哇，天哪，主办，好，哇，天哪，今天有小礼物哎，我来看看这张小礼物是什么啊？好像是思思哎，我再看一下哦，哇，有谁想要海报啊？哎呀，这是丽思的个人的明年的写真年历的海报，有谁没有拥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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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要来问问题了，来问问题了。可是今天大家都好冷静哦，你们没有很想要礼物的感觉，谁想要？哪边大声啊？哪里？哪里想要？哎呦，这边很大声哎，这边嘞，哎呦，哇，天哪，我有看到我的亲友团，我的妈，嗨，妈妈，阿姨，我爱你们，啊，没有，天哪，南投哎，这因为这时候就要说了，南投是我的故乡啊，就是呢，我阿嬷，我妈妈呢都是南投人哦，所以呢，其实我也是半个南投人，所以我非常深感骄傲，今天回到故乡的感觉。好，那接下来我就来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今天是南投的什么节？很简单吧，来啊，一二三，好，来，就是中间这一团亲友团上台来一下啊，不好意思啊，亲友团赢过你们啦！来来来，小跑步上前来派代表啦！掌声鼓励一下。天哪，是我妈妈哎！再掌声鼓励一下。妈咪啊，今天是什么节？没错，小正音速节啊！我从来没跟我妈同台过，妈，我爱你。大家要及时爱自己的家人，恭喜。好啦，谢谢大家，记得及时爱自己的家人哦。好，接下来呢，我要讲的是刚才呢，大家呢那么表演的这么精彩，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拥有无双乐团的专辑？有人有拥有吗？有没有人从来没听过第一次来的？也有很多朋友哎，哇，好开心！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那我也要说，就是其实唱片行啊，买不到我们无双乐团的 CD 了，因为我们在外面的通路上基本上是卖完了。但是呢，我们无双乐团呢有自己留库存，所以呢，今天有贩卖部在我的左手边，挥挥手一下。那会有我们的行政呢，我们的行政人员呢，在这边可以购买我们很多周边商品哦，不管是专辑啊，还有思思刚才的海报哦，以及年历都可以呢，在那边购买。待会还有签名会哦，所以今天买到的人还可以留下签名哦。那希望你们会很喜欢今天的音乐会，因为其实今天的音乐会也差不多要到尾声了。哎呀。我的小抄掉在地上了，所以我要来看一下。好，待会这首歌呢是无双乐团《天下》专辑里面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呢是用来形容呢，它是形容一种玉器。那玉呢在古代呢是算是呢女生用来穿着饰品啊玉。那玉呢也是形容小家碧玉的感觉。那待会这首歌呢，你们会看到我们呢会有一个很非常漂亮的碧玉的手镯，两个圈，两个碧玉的手镯在舞台上，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呈现出碧玉。那你们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呢我个人哦在天下专辑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歌哦。好，讲那么多，大家是不是要用掌声跟尖叫声来带来这首碧玉？
好啊，今天真的是有别于不一样的天下啊、哦！之前呢，在天下剧场呢，我们比较常在室内演出哦。那今天呢，很开心是用比较近距离的方式哦，让你们更了解我们的天下音乐剧哦。那这个剧呢，其实我们已经哦在巡回，不管是台湾哦巡回演出场，已经长达了2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去过大大小小的演出哦，那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是来到了南投，而且呢是在户外跟大家这样近距离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哎。好，那接下来刚才呢形容了很多很多的古代美女，对不对？有虞姬啊，还有小乔大乔啊，谢谢我们的卡卡，哎呀，我都忘记我要干嘛了，对。然后呢，还有形容非常多古代美女。接下来这一位呢，非常不一样哦。听说她身轻如燕，每次我讲到这句话，你们就知道我在讲谁了吧？这是身轻如燕吗？我还可以再搜一点啦。啊，听说她身轻如燕哦，可以在人的手掌心上跳舞哦。那无双乐团呢，就用这首歌呢来形容她的美貌了。那待会呢，你们有福了，我们要走下去了。你们可以呢跟我们团员近距离的接触，但是呢，因为我们在演奏哦，所以呢，你们要记得小心不要碰撞到我们的团员哦，不然我们的音乐就没办法继续了，好不好？然后呢，待会大家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相机拍下我们的团员哦，因为说不定他就走到你旁边啦、啊，所以你手机这时候大家准备好了没？哎，讲得很不情不愿哎，好了没？哎，这边好了，这边准备好了吗？好，那就要带来国色送给你们。
最后最后一首歌了。有没有人猜到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哇，天哪，好感动，我都要哭了。你们都记得还有这首歌没有演？没错，接下来带来最后一首歌了。哇，今天看到这么多人，其实有点舍不得离开啊。因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呢？因为今天我要住在中部了，所以今天我不会离开。就是明天早上我们在彰化女中也有演出哦，所以呢，如果有人这里有人读彰化女中附近的吗？还是有人住彰化的吗？有没有？明天早上也可以来哦，欢迎你们一起来，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团员呢也会待在中部一天哦，所以呢非常开心。那真的要带来最后一首歌了。那在最后一首歌同时呢，也要跟你们说，就是待会演完呢，你们就可以排队依序的到这边购买哦。那你们记得就是就是要排队依序啊，不然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两个人会忙不过来，所以待会你们可以在这边排队。那待会呢，就会在我们每个团员呢都会一一帮你们签名哦。所以呢，接下来真的要带来最后一首歌了，你们准备好了没？用你们的尖叫声欢迎这首《霍元甲》。
谢谢。来，请每位团员都上台好吗？来来来来来，今天表演喜欢吗？都上来了吗？好哟好哟，谢谢大家，谢谢。往哪里移？中间是好，开放合照时间。哪边？这边吗？好，现在是大开放大合照的时间哦。先看一下中间。好，看一下中间的朋友。好，大家拍完可以让一下后面的、哦。好，看一下右边的朋友。左边的朋友。好，接下来待会三分钟后会准时开始哦，开始。好，看一下中间，中间。好，那待会就开放签名的时间了。那大家呢，记得要购买专辑的人，请到我的左手边这边排队购买。那三分钟后开始签名会开始了，那待会见。明天记得早上11点钟，对不对？彰化女中，拜拜。是的，没错，明天早上11点钟在彰化女中。那明天看。